Hello， 大家好，分享时间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 AirPods Pro 的一个使用技巧。当我们在用 AirPods Pro 的时候，我们充电，无线充电，它这个指示灯只会停留十秒钟。那么你怎么去判断它现在有没有充满电呢？你只需要轻轻敲两下，这样它就会显示出来了。学到了吗？快去试一下吧，拜拜。